家好，我是乐哥，今天出来，现在也都12点快了，又没挖到什么，天气又热，满身是汗，这衣服都湿透了。这边发现有一棵野橘子树，这种橘子很甜的，很好吃的。野橘子，这有两颗，那好像那两颗应该都是，看到这里结了一个果子，一个小橘子。里面就没有，一棵树就结了这么一个。那上面有吗？有，那里有一个。那上面的看不到，就这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橘子可以挖来嫁接那个金豆，很好的这个，这种很好吃的，非常非常甜，就这么大的，很甜很甜。哇，好香，这野橘子的那个香味啊！比我们平时买到那橘子的根本就没得比了，很香的，就拿一阵那个橘子清香，非常非常香，那口水就出来了，很甜的这个，我给大家尝一尝，哇，这个皮薄肉多，皮这么薄，一看就是很好吃的样子，大家看有没有流口水。我看你们肯定是在流口水了，啊，感觉看起来就很甜。好甜，哇，真的好甜。好甜，这个不吃了，我拿回去给小凤吃，我不舍得吃了，看这边还有没有。啊，那里还有一个，啊，上面有一个，挖这一颗回去，下接金豆的话肯定是非常牛逼，不过太大了。这边有没有小的？就这么两颗在这里。哇，很舒服啊，这个闻到这个气味就很舒服了。好，这个我就不吃了，拿回去给小凤吃。这里还有哦，这里还有两个。哇，这两个大。啊，那这个我吃了，留这两个给小凤就可以。啊，好甜，好多渣啊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啊，我拿这两个回去，今天晚上叫小凤吃了它。好，这期就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